27岁的余香莹在去年11月闪嫁40岁有米男朋友陆正道，并且在圣诞节公布陀 B 喜讯，预产期在夏天。由于医生说个胎偏细， Jennifer 为了谷大肥 B 开始默默食增肥，还自嘲养胎如养猪，说更快体重就暴升30磅。婚戒戴不上之余，连着鞋着物都要老公帮手。头条日报记者在之前就见到 Jennifer 和老公落铜锣湾时代广场 City Super 买嘢食，同行还有妈咪和细妹余洁莹。身高174cm、怀孕7个月的 Jennifer 当日着住浅绿色超迷你娃娃大肚裙，十足十巨婴感款。两母女在 Royce 专柜揀完一轮之后，最终买了一盒抹茶味朱古力威化和一盒榛子鲜奶油味朱古力威化，合共210元。可能见超市入面多人挤逼，所以阿添就一支公入超市买埋其他餸和日常用品，而 Jennifer 就站在铺头出面同妈咪妹妹一边吹水一边等老公倾倾下。余妈妈仲忍唔住摸下女女个巨肚，等咗20分钟，买茶嘢嘅阿添就拎住胶袋同埋太太嘅手袋，就带住三位女士步行到灯笼街金朝阳中心二期食晚饭。为免沿途俾人撞亲大肚外妻，阿添同埋姨仔苏儿分别前后夹住 Jennifer， 余妈妈就负责捉实女女手仔行街，十足十太后出巡咁啊！不过身高174cm 的 Jennifer 挺住啰咁大的孕肚，还着条啱啱好遮住 pat pat 的迷你娃娃裙，随风飘起几乎走光，真系睇见都戥佢牙烟啊！加上怀孕水肿，一对40寸长腿亦都明显暴涨。擦足两个钟，阿添就拖住老婆去洛克道拎车走人。见佢手上抽住袋打包，估计系准备定半夜喂饱老婆。最后一行人登上架7人车，就由抬住巨肚嘅 Jennifer 负责揸车。